在名古屋车站要去吃早餐，刚刚看到一个很恐怖的画面，就是满满的排队人潮在百货店的门口，可能是出清日促销或什么，就觉得好恐怖。早餐时间，我们等一下去乐天吃，先来吃个早餐。昨天晚上吃，大家吃泡面，早上起来变超水肿。在名古屋的热田神宫。将近2000年的历史，一走进来就有淡淡的木头香味。它这个神宫从入口进来，总共有三个鸟居，这是第二个，这个是第二个的鸟居啊。嗯，再往前走是本宫。祈福的饼，跟小朋友一起享用。然后小朋友刚刚挑了一个七福神的糖果，对，它的图案很特别，红色的，啊，上面还有印字哦。大家都买这个口味，对不对？对，红豆馅，然后橘色的包装，嗯，好吃哎。酱油烤团子，它用那个炉火烤的，刚刚有用炉火烤过。哇，炒面，刚刚很多人在排队，我们来吃吃看，感觉很香。小弟弟也吃一点，好吗？现在准备从热田神宫要前往头悠塔博物馆，那来这边走走，其实很安静，然后心灵感觉很平静，还小朋友也可以下去散散步，还不错。可以吃点小吃。对，吃小吃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出发喽。那个铁道真的很爱骚扰人家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看那家 Family Mart， 好可爱哦，木质的感觉。你知道头悠塔最早是做纺织机的吗？他们是做生产布料的。然后你看，它从棉花开始制作的时候是这样子。哇，它整个里面内部的那个成色都很明亮。它这是很有规划，其实是可以给小朋友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。对，就你知道布是怎么织起来啊，怎么做啊，其实我觉得蛮好的。而且大家都以为头悠塔就是坐车子。对啊，我也以为。而且重点是它那个很多机器保留到现在，那个都已经快要100年了，它还在展示，很厉害耶，我觉得这个不容易耶，要把它保存得这么好，然后再开一个博物馆给他们陈设。那个叫什么？安全气囊。对，这个是汽车的安全气囊。你看啊，20トン乾燥プレスと今ご用意されています。中に。
这边有一个小朋友可以体验的技术乐园，那一个场次就是半小时。买到票之后赶快来这边预约，比较可以预约到你想要的场次，因为它很快就额满咯。小朋友要开始体验这个游戏。好玩吗？你不能靠近那个边边哦，要前面前面前面。注意看哦。这是 Toyota 的第一个引擎。This space is water jacket. Yeah, exactly. Yeah. Okay. That's a long history. 你有弄清楚了吗？爸爸刚刚在弄清楚他的演化史。显微镜里面有什么呢，宝贝？可以看一下蝌蚪亮晶晶的东西。就很有趣。这是 Toyota 第一台可以载乘客的车子，有没有觉得它的头做得很复古？很可爱。你看，这是当时的情况。都是机器手臂的运作。看一下，这边可以自己做一个小模型教室。我们现在在名古屋车站底下的商店街 Get Work。你觉得哪个颜色？我觉得都差不多了。围巾，巧克力色。买了一个围巾。这超可爱的店。这也太浓了吧！香蕉草莓牛奶。弟弟听到香蕉草莓牛奶都醒来了，头发好乱哦。弟弟醒来了。要喝吗？好喝，刚睡醒弟弟。我们现在在名古屋的地下街 Uni Mall。我自己感觉呢，逛起来比想象中还大，那也很好逛，对，然后人潮也不多，蛮喜欢的。它这边可以一路逛到连接到几个大的百货公司，对，像高岛屋，然后它对面那个大名古屋也是，所以这边基本上购物也是要花一整天的时间。对，如果说你想来这边除了看景点外购物，我是觉得蛮推荐的，它地下街也蛮好。
我不容易去。我们来吃晚餐，今天是跟日本的朋友们一起吃饭，然后他们也是有两个小朋友，一个8岁，一个3岁。好啦，我们要晚餐喽。参拜，参拜，干杯，干杯，枪，好好吃的，再加就行了，好好吃哦。好不吃吗？好吃的。哦，好吃吗？一小粒的小。我想要。下给叔叔吃一口是吗？哦，哦。直接没有拿。哇。哇。太夸张了！我们回到饭店了，刚刚跟朋友去吃一个丰盛而且舒服的晚餐，然后很久没见面，所以很开心。然后小朋友也玩在一起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是还是可以一起玩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休息喽，晚安！明天要回台湾了，哭哭，小弟加油！我们已经到机场咯，准备要去坐飞机了。带小朋友出门就是不要赶行程，然后一天大概安排一两个行程，我觉得是最棒的。然后大人也可以玩得开心，小朋友也会觉得不会那么的紧凑。对，那我们漫长的9天旅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